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
搬走。应该要等他滚吧？那已经熟了，还是你要再等他滚一次？你先暂停。对啊，怎么弄的？把他搬走。我把他用得很扎实。树倒了。明明是火山还是树？火山倒了哦。三个。我说我这样搬倒可以吗？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搬倒比较好。就让它全部浸在汤里，就要加水。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，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